嚟，我哋翻到直播嘅現場啊！我哋睇到呢一個屏幕上方佔咗大半個屏幕嘅大口。其實今日我哋嘅現場係好非常之輕鬆嘅，非常之輕鬆，所以大家唔好咁拘謹啊，可以周圍去玩下，玩下啲復古遊戲啊，或者係話飲下茶啊，係嘛行下澳門街啊，百老匯啊。 好多地方玩啊！澳門真係一個好地方。大口今日需唔需要心理醫生啊？唔需要，因為我就係。睇下 Free 一個澳門嘅本地玩家。 口音冇纠结啊，各位，改唔到噶啦。好，双方进行一轮调试，比赛将会正式开始啊！ 二P好靚仔啊，梗係啦！好，上方示意比賽調試完畢 ，OK， 冇問題，正式開始啊！ 哇！呢一場亦都係嚟到勝者組嘅四強咯。Free 可唔可以繼續前進？但係大口穩步向前嚟啦，即將揭曉。今次比賽嘅冠軍係有五百刀啊！今日嘅解説咧，我都唔會特別複雜啊。 輕鬆為主，輕鬆為主。有嘅，前三名。 系咪前三名都有？好，等我问咗先啦。<笑>好，比赛正式开始啊！一 P 嘅大口对阵二 P 嘅 Free， 掌声！上嚟，哇！大口穿重击，靓啊！下轻脚，下轻脚，起手反兜，继续反兜，反兜继续命中，反兜命中，我的天，神一样的反兜脚！ 青龙对空，大口稳定，稳定落嚟，跳重击，特别击，哇！企重拳 KOF 咩呢下？继续啦，哇！跳内落落，跳轻脚，哇！砸咗个后下段啊！ 究竟喺后边定下段啊？你搞到我好乱啊！继续特别击命中，升龙直接解围带走啊 ！KO， 继续跳入，靓！呢边打咗个呢叫咩？简单嚟讲就系上毒。 出唔到招啦！大后呢边草太惊亦都落阵啦，剩低最后一个手底嘅原之克里斯，我冇读错系嘛？超重击，反兜拳，反边，下冲脚靓，呢下直接解围，正兜近身。
跳个迪枪啊，反兜伤害啱啱好。大口呢边下重拳好稳，手上有三个炮，睇下点处理。诶，呢下想打个扣反啊！大 free 呢边冇俾大口太多机会，靓啊！又系一个跳力枪 ，free 呢边已经挡得好好噶啦，睇下靓呢波防守做得好，好呢波投完之后好有机会啊！呢个跳入起重脚轻脚，哇！正刀打击头，但系冇得带走，直接正刀波追击啊！呢下好可惜啊！哇！现场嘅观众已经企晒起身噶啦，不过大口最后嗰下真系处理得好好啊，真系心理素质。太好，系咪好精彩？睇下第双方第二局嘅对局，啱啱 free 咧亦都系打得非常好啊，发挥，但我哋未有捉到有机会，靓一个逆向，呢个升龙。打唔全啊，冇击到地，大口亦都系捉到一个细节，直接扣反，又系萝卜，哇！今次萝卜系摆喺第二喎，萝卜继续，哇！呢边后碌用抛后碌，想法非常好，再做一个升空。哦，你个下段反兜脚太劲啦，大佬 ！Free， 继续偷下段。呢个下轻脚啊，你去边我跟到你去边。再捉个。正刀正刀，哇！几个下段无限连啊，下轻脚无限连，好招啊呢、這个。哇！滴香啦，大佬。打晕啦！呢张数啊，重伤。大口上数连段啊，笑啦！爆炮，有机会啊！一发入云，有冇呢个词？喉碌，系一个中段带走，恭喜大口啊！